衔接第二集，现在是第三集啊。我们已经教给大家用一个非常规的手法来完成这个领子的部分，也就是说，将来这个招你可以运用到你织毛衣的各个环节。只要是你看中了这个花纹啊，无论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，你都能够轻松把握。好，我们已经知道八十针织了40厘米的单螺纹之后，到上边我们要调整。总针数你加至81针，增加1针就可以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别小看这一针啊，要不然你俩花纹都挨上了，就不好看了啊。好，这81针我们要怎样来操作呢？之前已经讲过了啊，我们是每单元花纹，每一个单元花纹是多少针呢？3针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每单元花纹是3针，你现在这81针就要织什么？织2反1正。注意了，你那一针正针一定要拧着织啊。有同学说什么叫拧着织啊？就是你在织正针的时候，看，你在织正针的时候，我们常规的织法是怎样啊？是从这个位置进针，对吗？啊，常规是从这个位置进针，但是你要注意曼陀罗中间的那一针正针，就是它，就是它。为了不像你看这大口子裂的啊，为了不像这款这样出问题，我们要怎样？从这个位置进针，看各个角度，看，看到了吗？哎，你可以每一行都这样织，你也可以隔一行这样拧一次织，明白了吗？只是正针这样操作，反针没必要啊。好了，拧着织就会让这花纹非常的漂亮饱满啊。然后我们向上将这一部分织多少，你刚刚截图了已经哈，大概织5-6行左右，然后就怎样开始织第一组花纹了。好了，第一组花纹实际上呢，我们是在一针的基础上给它变成了多少啊？3针，理解了吗？好，为了让这一针变成3针，变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大家不要用那种那个什么的加针方法啊，不要用那个空洞的绕线的加针方法，要采用在一针的基础上给它怎样啊？给它织成3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也在一针的基础上我给它织3次，同学们能理解这个问题吗？啊，给大家演示一遍啊，一针里织3次，看，我进入了，我织了一次，对吗？一针了啊，回来。绕它后边啊，再进入它，还是这个针套啊，织完了，织完了，然后还有啊，我又没还是没退下啊，我这一针还在呢，然后再从这一方向进入。好嘞，我就用一个最简便的方法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孔洞，我就变成了多少？3针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然后下一行呢该怎么织怎么织，就是反面了，下一行就是第二行，保持3针，理解了吗？然后再下一行你要变成5针了，5针怎样加？5针实际上你已经是3针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尽量要保证加出来的针在正中间一针的两侧，所以3针变5针，把第一针就开始加啊，然后呢第二针也开始加，第3针原样织。有同学说了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个不一样呢？你要注意看加出来那个小针针在哪里，看到了吗？这儿是我们刚啊，用这个纸啊，这个是我们刚刚加的那一针，这个也是小小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原款的针，你看它的纹理就看出来了，理解了吗？啊，3变5这样加，那5变7你也会了，对吗？好，用这样的方式啊，我们一下子就把它这个花纹顺眼的就织下来了。有同学说，哎呦，那织到这儿了，我咋整？我怎么办？我下一个环节，没关系，教给大家啊。当你变成7针的时候。到这儿可千万别7针合在一起织，那就不好看了。要怎样？我们要将这7针给它，我想想啊，我得从反面过来。我们要将这7针，我们要给它怎样？给它平收这7针，同学们能理解吗？可能方向略有差别啊。我把它拆过来，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啊。它那个7针是怎样收的，你看这刚刚讲的那个加的7针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啊，假设这7针我们完成之后要怎样，
这七针一定要给它平收，怎样平收？两针织一起啊。看，两针织成一针，然后把这针套回到左针上来，继续两针织一针的这个操作啊。套回左针来，然后呢，两针织一针。套回左针来，两针织一针啊。你一定要注意啊，你针数要对啊，因为你织完以后可别忘了你这上还有一针，这一针也算啊，所以你要剪很多次呢。你看到了吗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边沿，和这种边沿是一样的，理解了吗？啊，用这样的方式啊，你看你完成了整个七针的平剪，下边是该怎样织怎样织，两针反针，然后又开始继续的剪针，理解了吗？那有同学会说了，那下一个怎么办呀？我下一个还有那个加内针的环节呢。没关系啊，再到下一个花纹的时候，直接将正中间的这一针给它改成什么呀？改成反针，改成正针，然后两反，正针两反。也就是说，完成之后，你的下一排花纹永远跟上一排是对应着的。也就是说，下一排的第一针正针一定是对着这七针的曼陀罗针的，然后它两边各两针反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完成三排花纹，然后呢松松的收什么呀，小平边，就完成整个的领子的部分。我们多聪明，反着织，下次你也这样操作啊。好了，领子完成之后，也就预示着整个背心的部分完成了。然后我们要怎样完成袖子了啊？袖子很简单，有之前的基础，现在很好操作啊。整个袖子的部分，我们环形的啊，一共给它起108针。袖子啊，108针。然后我们要怎样？将这108针，我们给它织三组这样的花纹，高度大概是18厘米啊。同学们已经知道了，织过哈。织18厘米之后，这样放。然后我们要给它改织成什么呀？改织成正针，注意啊，这会儿你的总的针数啊，在这个位置，同学们要注意啊，总的针数完成之后，你的这个针数，原款的应该是36针。如果有的同学胳膊比较粗一点，或者说你是一个高个子的女生啊，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略做调整，你可以将总针数一次性的加至多少呢？44针啊，那就这个地方，看。这个位置在一行的范围之内，按照自己的身高和体重来做增减，记住了吗？44针啊！如果你是1米65，身高啊体重在100斤左右，44针，穿着是一个日常舒服的状态啊。然后怎样？我们将这44针环形线上织正针的同时，还要在它的袖腋处，什么叫袖腋？就是从这儿到腋下的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我们要给它加针。我们要14行加一次针，一共加5次，总针数多出10针来，理解了吗？啊，然后长度控制在多少？26厘米。从何而来呢？26厘米，也就是说，整个袖子的总长度是多少？44厘米，这样才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长度的状态啊，要不然你这个袖子就有点太长了哈。好了。达到26厘米之后，我们将在腋下剪针了，连前在后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在你加针的这个位置的两侧各剪4针啊，各剪4针。剪完这4针之后，我们要怎样？要在整个的马蹄的部分开始继续剪针啊。马蹄部分在哪儿？也就是之前你是环形织的，现在你改成了往返织了，对不对？好。往返织，也就是整件衣服的两侧，我们要在两侧给它规律的剪针，每2行剪一针，一共剪12次。你看这边是这样剪的，袖子的这一面也是这样剪，因为你是往返织嘛，两头都要剪啊。我们在织马蹄儿的部分啊，也有地方管这地儿叫袖山，它像一个山一样嘛。好，两边都这样剪针啊，都这样剪针之后，剩下的针平收，还是之前的小窍门啊。如果你的整个袖子略大了一些，那么你平收的时候，剩下的这10几针啊，你可以收得紧一点儿。
理解了吗？啊，当然了，如果你袖子稍微松了一点的话啊，收的呢就可以啊，袖子松收紧点，袖子紧收松点，哈哈。然后怎样？用刚刚的方法完成另一个袖子，将两个袖子都完成之后，再和正身缝啊。之前留下了一个伏笔，想告诉大家整个袖子是怎样非常完美的缝在一起呢？规避掉原款的所有的不好的地方，你看袖子这一个包啊，松着好多哈，我们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啊。同学们在完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直接上来拿袖子啊就和正身缝。有同学有各种各样的招数啊，把袖子翻过来捅到身体里边，是这么缝那么缝，反面缝，翻过来，不要用这方法，我们要从表面直接缝。为了让袖子和正身达到一个最完美的贴合的状态，我们要找一个厚一点硬一点的杂志书或者是本儿啊，纸板都可以啊，它的长度一定要大于你这个位置的长度要好多，最少它要26厘米长，理解了吗？然后怎样将这个硬的纸板也好，书也好啊，杂志也好，直接卡在哪儿？直接卡在这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直接卡在这个地方。当然了，我这横着放啊，同学们可以竖着放啊。卡在这个地方之后，我看竖着能不能放啊？哎呀，太棒了，刚刚好。你完成的时候也要这个状态啊，紧紧的状态，看到了吗？实际上这个位置是两个部分的分界线，看到了哈。然后我们在缝合的时候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从表面直接缝合，整个的过程当中同色线，并且你不可以太用力的拉扯线啊，你不可以太用力的拉扯线，否则你那个位置依然会很紧，知道了吗？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缝合的过程当中要轻轻的，轻轻的拉扯着你的那个什么呀，手里边的缝线啊。当然我们用这种指针来，这种针来缝合的啊，我就不拿线来给大家举例了。你看，由于它已经完全把两部分撑好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给它再做别扣的预缝，有同学还要缝一遍，都不需要。你看，包括这个位置，如果撑好之后，它会非常舒展的状态，跟上面是一样的啊。甚至我们可以给它左右这样调节都没问题。然后用这个招儿啊，直接缝，记住了吗？啊，缝的时候要怎样缝呢？同学们注意啊，我们拿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位置吧，来给大家说啊。看，缝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每一个这个针脚里边啊，你给它仔细打开，你看，看它有这样的小横线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们缝的时候每次都沿着调两根小横线啊，看，两根，两根，注意看。每次都沿着这一行这样缝一下，这边呢也是这样啊，都要沿着一个非常非常均匀的这一行啊，看这样的缝，这边一样，永远沿着这一行这一行这一行小横线这样缝，整个过程拉线不要太紧，理解了吗？这样你就能够缝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袖子和正身的这个位置，穿着也不会勒得慌，因为它有非常好的弹性，已经用最大的限度啊给你撑开了。好了，这款讲解到这儿。如果同学们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招呢？对我真有帮助，哈哈！你要有这样的感觉，一定要点一个赞给我，用你的力量把我留在这个平台，继续努力为大家工作。感谢各位。